演员齐杰与陈亮、陈亮相为国片人生按个赞，宣传全省跑透透。首度担任电影出品人，运用多年来的好人脉，让电影未上映就卖出超过60000张预售票，累积票房高达1320万，其中很多都是企业包场。我今天只有满满的感动，就沿路一直觉得感动，而且旺旺总裁亲自来了，我觉得好大的鼓励。能够抢在电影上映前先睹为快。 企业员工不只对充满正能量的电影剧情感兴趣，还有人是冲着偶像冰冰姐来的。白冰冰，我从小看她长大了，所以特地要来看。对对对对，我等一下就要跟她拍照。这部电影感觉很好笑，就是快过年了嘛，有一个也有喜气的感觉。 人生按个赞，剧情描述一群小人物各自面临的人生中最大的困境，在巧合下意外开启一连串超乎想象又爆笑连连的奇幻旅程，努力站出乐观积极的全新人生。虽然和大伟、卢曼二以及神厨等国片强碰，白冰冰说自己就像新人一样在学习，希望透过电影传递正能量，让观众在过年期间欢笑迎接未来人生。记者高新峰、郭林倩台北采访报道。